大家好，我是庄展仲杰。今天在这个影片呢，纯粹就是要记录一下我之前在日本横滨旅游的时候配眼镜的一个过程。那为什么擅闯生意去到日本配眼镜呢？还有我配了多少副呢？多败家呢？还有就是那个眼镜的成品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大家记得在影片看到最后哦。好，我们现在就回到当天吧，出发。刚刚经过一间做眼镜的店，叫做 Jeans。然后我记得我之前有在日本配过他的眼镜了。我这副眼镜就是在 Jeans 订的，所以我就决定了要配多两副眼镜。所以我现在就要去验我的眼镜，刚刚拿了号码，然后希望可以在3-4天内可以拿到我的新眼镜。来日本配眼镜是一个很好的行程，因为他们的服务真的是很好，而且他们眼镜框的那个款式呢都是很新，也有很多。Always buy spectacles when I travel Japan, so I want to make it a retro. Okay. Yes. Okay.Yeah, pretty clear. It's very clear, yeah. Okay. 验了我的眼镜的度数，然后我现在就要选我的那一个框。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一个的，一个比较 classic， 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完全透明的，就是比较 basic 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脸不适合戴太花俏或者是太细的那些。这个就是第二个透明的，我很喜欢这个，就是 refreshing 的感觉。这个初期的好像还蛮好看的，不错的感觉，是不是？这个，可以考虑，可以考虑。终于 decide 了，现在就要让他知道，然后一个小时内就可以拿到的，非常的快。刚刚给了他我的 passport， 然后他们的 system 其实是蛮厉害的嘞，就是他 scan 了我的 passport 就可以知道我到底什么时候到，然后什么时候要离开。连眼镜店都有这样的 system， 我真的是有一点 surprise 到。Wow. 整个过程很快，如果我的镜片是很 basic 的话，其实半个小时内就可以拿到我的眼镜了。但是因为我是配多了一副，所以可能时间再需要长一点点，但是也不会太久了，可能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拿到我的眼镜了啊！我期待。我基本上每一次出国，尤其是来日本呢，就一定会买他的眼镜，尤其是这一间 Jeans 啊，因为我觉得他的 quality 真的是很好。如果要在 Malaysia 找到同样 quality， 价钱一副应该会在400-500左右，但是这个算得来，再折扣得来，一副大概是200多。所以来日本，我的其中一个行程呢，就是要来买他的眼镜。时间到，时间到。如果那个眼镜太过窄还是太过松的话，他会拿这个 heater 来帮我调那个角度。你要入镜吗？来，欢迎我们来自台湾的营养师，谢谢你帮我长镜。刚刚阿里嘎多格加伊玛斯。It's your glasses. Thank you so much. Ready? One, two, three. 好，那你刚刚看到的呢，就是我当天在配眼镜的那个过程啊。然后现在呢，就要和大家揭晓那个眼镜到底长什么样子。好，第一步。哒啦，就是这一副，我非常喜欢它的那个透明边框的那个造型，看起来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清爽，它就是这一个样子的，是不是突然间变得很 sharp 嘞？戴了起来也感觉上比较 young， 比较阳光这样子。好，那现在揭晓下一副，哒啦，这个就是第二副，它跟刚刚那个是完全相反的，这个就是一个黑框的一个造型，我觉得它非常的 classic， 然后戴了起来呢，就有一副比较，厚实、诚实，不是诚实吧？就是比较憨厚，对对对，比较 down to earth 的一个感觉。
有吗？有吗？所以如果是出席一些比较serious 的 occasion 的时候，比如说meeting 啦，或者是葬礼，sorry， 就会选择戴这一副眼镜啦。好，那现在揭晓第三副眼镜，那就是这一副。其实讲真的啦，买了回来过后呢，我一次都没有戴过它。然后刚刚在找的时候打开才发现，哦，原来我买了这副眼镜。我本来想说，如果我的脸比较圆嘛，那戴细的眼镜可能会让到我的脸型看起来更加的圆。但是这一副呢就不会耶，就戴起来感觉上就变得比较斯文，有很斯文吗？就是细框的东西边眼镜戴了起来就比较斯文，比较知书达理，比较有智慧的感觉。那最后一副也是我非常 last minute 拿起来就跑向那个sales 跟他讲说我要这一副。整个决定的过程呢是少过十秒钟，因为我一看到他这一副我也要，因为很好看。那到底是哪一副呢？就是哒哒，这一副。这样子看起来其实和第二副黑框的那个就这一副还蛮相似的，但是如果看真一点呢，它是这样子琥珀色的一个 design， 也像是蛮复古的，然后它的那个框是四方形，所以我觉得和我的脸型是蛮搭的。那其实这一副和这一副呢也是我比较常戴的啦，出席任何的场合都比较百搭的，然后也比较容易搭配衣着。好，所以这四副眼镜呢就是我在日本配回来的啦。你觉得他们好看吗？适合我吗？请你留言告诉我，让我知道好吗？也是要非常感谢你将影片看到这里啦，希望你喜欢这个影片。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希望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分享给应该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子飞到日本去配眼镜吧，那就给我一个 thumbs up。 好，谢谢你，拜拜，我们下一集再见。Thank you.